喂，大家好，我是 Philip 啊。咁今日咁好天咧，咁梗系要同大家试下啦。呢支 Nikon Z 最新嘅 MC52.8 啊。咁講翻支 MC50 先啦，咁當然佢係咧呢支係俯瞰鏡啦，咁啊50mm 啦，咁啊光圈咧就2.8嘅，咁但係喺0.16米最近都知距離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變成5.6嘅，咁啊佢最細光圈亦都會跟住變化啦，由22咧去到32嘅。咁至於佢鏡片咧，就有7组10片，包括一塊 ED 啦，一塊非球面啦，同埋前面咧有一塊忽塗層嘅鏡片嘅。咁至於佢外觀咧，大家可以睇到啦，佢係好細支啦，咁亦都係咧個 filter size 46mm 啦。咁咧佢啊而家呢支咧就同之前啲設計啲唔同咗，咁啊多咗個字喺度啦，咁啊亦都咧個聚焦環咧同平時啲定焦咧有啲唔同，佢一變咗係膠質嘅。咁當然都有微距，一定會有噶啦。咁就係個對焦距離嘅掣啦，咁可以校翻唔同對焦距離嘅，等個對焦快啲啦。咁亦都有咧，平時嗰個 A 同 M 嘅轉換掣啦。咁我哋講翻前面先嗱，呢支鏡咧其實好得意嘅，因為佢前面嗰個 filter 位咧其實好細個噶啦。其實呢個遮光罩嚟嘅，幾得意嗱，搭插俾大家睇下。其實佢遮光罩啦，咁啊好細個，好的色嘅。咁就個其實佢支鏡咧，佢46咧就係前面嗰個圈嗰個 size 嚟嘅。咁亦都個遮光罩咧，亦都可以咧擰翻個46落去。所以其實你長期上個遮光罩落去，亦都是冇問題嘅。咁啊，至於啦，佢嗰支鏡啦，其實個 size 咧同51.8S 嗰支咧，其實係會短身少少啦，亦都係細個支105好多啦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咧，其實佢接環嗰度係金屬，當然係啦。咁另外咧就會有翻個防水滴嘅膠邊嘅。咁好明顯啦，即係佢而家新鏡嘅設計語言咧，就有少少改變啦，又好似之前啲14-24咁咧，上面就會多咗啲灰字啦，咁亦都咧會係多咗啲唔同嘅設計落去嘅，我覺得係靚咗嘅，咁希望佢日後咧都會係跟住呢個方向啦。咁不如大家睇下咧，支舊嘅 F 嘅 60mm 類似嘅鏡頭，即係佢雖然佢係60啦，咁但係咧其實功能差唔多嘅，亦都咧係有微距功能啦，60mm 啦，2.8啦，咁就呢兩支鏡其實都方向好似噶啦。咁尤其是咧，譬如你要裝一啲嘅 ES 嘅影翻啲叫做菲林啊或者 slide 嘅時候咧，咁亦都可以用翻 ES2 啊，即係 ES2 啦，去影翻你個菲林去翻拍嘅。咁啊，其他微距功能咧，其實都大致相若。咁啊，詳細咧呢支 60mm 咧，我都會之後會做一啲測試，同究竟同呢支50嘅2.8咧有咩唔同啦。咁另外仲有一樣嘢想講咧，就係呢支鏡咧，其實好似 Sony 嘅 Z52.8，因為喺佢對焦嘅時候咧，越近對焦咧，佢前段係會伸縮出嚟嘅，亦都係會咧有啲字樣俾你知道咧，而家嗰個對焦距離啦，同埋個比率嘅，咁啊都方便翻咧，大家去做微距嘅時候咧，就可以睇翻咧嗰個嘅對焦距離啦，同埋嗰個比率啦，咁係方便嘅。咁因為平時嘅工作都係拍片為主，原本試支鏡咧都係主要諗住拍片啦。大家可以睇到個畫面咧，又拍攝都係勁大風啊！一拍啲微距嘢太大風咧，真係震個貓王啊！我諗就算我拍咗咧，大家咧都睇到頭都暈埋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咧拍咗少少啦，咁冇計啦，咁啊盡量都影相俾大家睇下啦。
咁啊，影片嗰个照拍嘅，咁啊，大家欣赏下啦，因为都实在太大风啦，可以拍到咧嘅微距索咧，真系唔系太多。剛才提到就是它不同的對焦距離的光圈會有變化的，大家要留意它的 2.8 只是比較遠一點的時候才會是 2.8 的，大家要留意這件事。現在就看看 GMC50 和舊的62.8最大的分別先，因為其實很大分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現在 GMC50 就算正對著太陽去拍的時候，它的focus光和flare光都是很少很輕微，同埋它對焦的時候會比較 smooth 一點。現在這支就是 F-mount 的支，大家會看到很大的flare光，同埋它在對焦的時候會是速一點的，但當然這個是這個 video mode。咁啊，如果大家要做一個 video 嘅對焦嘅時候咧，咁當然一定係set鏡會好啲噶啦。咁咧個呼吸效應咧，咁大家可以睇下由遠到近，到再近啲嘅時候咧，其實呼吸效應都有嘅，但係咧，我覺得都微距鏡都冇辦法噶啦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咧，左邊就 MC50， 右邊就係 F-mount 嗰支啦。大家可以睇到咧喺新鏡嘅表現上面咧，佢嗰啲色散啦、紫色、綠色嗰啲咧，就會咧係比起舊 F-mount 咧，梗係少好多啦。咁但係咧，其實舊鏡嗰支咧都其實都比較話可以優秀噶啦。咁但係只不過咧新鏡更加好啫。大家可以睇到咧佢嘅 detail 咧真係好靚嘅。咁跟住就同大家試嘅就係解像力啦。咁喺三光圈之下咧，咁中間咧基本上都係好 sharp 啦。咁啊邊位咧都係 sharp 嘅。咁啊，但有少少暗角啦，始終都係大光圈之下啦。咁去到 5.6 嘅時候咧，中間位已經 sharp 到爆炸啦。咁喺邊位嚟講咧，就開始會見到咧佢嗰個 sharpness 更加推翻高啲啦，亦都暗角住咗少啲嘅。咁去到 F8 嘅時候咧，中間位咧都係又係 sharp 到爆嘅。咁啊，而邊角位咧都係sharp到爆嘅。咁啊，再睇下啲細光圈啦，因為先微距要收細光圈啦。咁啊，中間啦，咁13光圈啦，咁啊，佢都係中間都係sharp，就唔見有drop嘅quality嘅。邊位都係依然sharp嘅。咁啊，而去到10
八嘅時候咧，都叫做 OK 啦，就但開始咧已經有少少化化地嘅現象，因為始終太細光圈，咁邊位咧其實都係 sharp 嘅，咁但係都係絕對可以接受呢個 quality。咁去到二十光圈嘅時候咧，好明顯咧啲字咧都開始有少少蒙少少啦，邊位亦都開始蒙少少啦，因為始終係去到好細嘅光圈啦。咁啊，而家睇下咧 GF 鏡啦，咁啊全開二點八之下咧，其實中間位都叫 OK 嘅，咁而邊位咧好明顯咧就有少少化化地啦。咁啊，同埋咧佢個通咧成個通都係黃啲嘅，同一個 setting 之下，咁啊中間位喺五點六光圈咧依然都係叫 sharp 啦，咁啊邊位咧就收光圈就可以翻翻嚟啦。咁而去到八光圈嘅時候咧，無論係中間啦同埋邊角位咧，依然都係好 sharp 嘅。咁啊，其實你呢支嚟講咧，其實都算係咁，因為唔係 S line 鏡啊嘛。咁但系咧就好明顯就 set 鏡嗰個無論通啦同 sharpness 都係做得好啲啦。咁去到十三光圈嘅時候咧，咁啊大家可以見到咧已經開始化化地嘅啦，嗰啲字都咁啊都明嘅細光圈。咁去到咧再細啲光圈嘅時候咧，咁啊依然咧佢嗰個曉視現象咧越嚟越大嘅時候咧，咁就越嚟越化啦。無論係中間定邊個咁啊，邊個更加散啦。咁但係好明顯咧 set 掹嗰支係好啲嘅。咁啊放大對比俾大家睇下啦，咁上面呢支 MC50 下面就係60嘅 F 嗰支啦，即係佢比較發黃少少啦。咁另外咧邊角位咧都好明顯咧，就係 set 嘅好少少嘅。咁就算咧收到 F8 啦，兩支去到一個sweet point 啊，咁啊大家咧雖然個 sharpness 都係好接近，但係 set 鏡我覺得都係好啲嘅，因為 contrast 亦都係啦，咁而且咧好明顯咧頭先講個發黃現象咧，就算收光圈咧都係改變唔到嘅，咁可能你要喺 K 數嗰度落翻少少功夫啦。咁啊邊角位當然大家都係 sharp 嘅，咁 set 鏡我覺得再靚少少啦。咁呢張圖咧大家睇到咧喺大家收到最細光圈嘅時候咧，咁啊 set 鏡個反應其實都是會靚過 F 鏡的，就算黑色位嚟睇都是有分別的。咁今日咧呢支 MC50.8 咧就試住咁多先啦。咁啊，如果你中意個片咧，可以 like share 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 嘅，亦都可以咧有問題可以下面留言俾我。咁啊，有咩想我試想我玩咧，亦都可以咧同我講聲，咁睇下我安唔安排到嘅。咁啊，呢支 MC50 咧，我覺得佢咧本身就係、是、做細支咗啦，即係叫比60嗰支細支咗啦。咁樣亦都咧係方便帶出街咧一般使用啦。咁我覺得咧就佢同之一零五咧係唔同嘅定位嘅，咁啊有機會咧同大家再試下至105啦，咁啊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